你们那种潮流歌曲我真听不了，我山猪吃不了细糠，我现在只能听这种歌。上路小伙在蹲 ，Cube 上不上当？抬回来被昏住，叫一个闪现掰走，还有一技能，哎，闪电直接跟伤害区段很不错 ，Brace 直接杀掉这边的 Cube， 这一波都能杀掉吗？从上帝视角来看的话 ，Cube 很难死啊，这都死了，运气有点不佳呀 ，Cube 还不回吗？要跟他打野，要跟他刷队友进野区，小明。嘎啦说自己下路一打二没问题，哎，有感觉到吗？应该是有感觉的吧 ，Strive， 有没闪现等死？好，这波直接等死，小明不来也能杀，猴子是有大的。这个闪现交的没必要，不挨波有进化，进化好像交不出来了，要等死了。哎，不会进化直接交不出来要等死，下一个 QQ 到预言家 W 还被大刀打断 ，What？老子龙之大名，哎，抬 Cube 直接往脸往石堆里面跳 ，Cube 反应非常快，看到 W 岩突的一瞬间直接一走 ，Cube 经济状态非常好啊，被抬到了呀，上路贾斯还在带 ，RA 如果再不把团开起来的话，上路会一直亏损。一直亏损，上塔都快掉了，什么主动出击，贾克斯不在的情况下过来主动找 Cube， 四打五打赢了，贾克斯还有踢，如果再不回家上路要亏到刘龙，赶紧后续想跑，直接猴子大招打断了预言家，预言家这里再死 ，iBoy 只有一滴血，贾克斯也到场，怎么说就过来找没闪 ，Strap 这里也要死，什么四打五打成这样 ，RNG 这四只 ，Brace 后续 TP 过来也收一只，这不完全是四个人处理的太好了。四个人正面牵制五个人还打赢呢，大招开女帝闪现石，知道谁？知道是乐言，旁边艾博威，艾博威和乐言好像都要倒，艾博威乐言都倒，小龙还有一分钟，先拿大龙吗？太简单了呀 ，RNG 赢完 EDG 之后，感觉全回来了。好，拼命的挨，跟你拼了，大龙都没了。我本来说放龙坤守大龙了，大龙都已经没了。过来想找 Brace 麻烦 ，Brace 很肉，有闪有大，还有 E， 过来一打三了。预言家一个原地闪现重置普攻，直接把自己捅死，真后面虚人只能跑了，没办法。这一波原地闪现重置普攻，后继有人啊，往后闪，往前 E。看起来像原地闪现，这里谁被逮到了？预言家能跑吗？没闪，没 E， 没 W， 有 W， 还在跑。Brace 下个 Q 直接收掉，过来的亲嘴儿。正面 iBoy 直接不动了，什么情况？掉了 iBoy， 还 iBoy 还掉线了，他妈走着走着不动了。哎，不行，咱去网吧打吧。哎，刚刚 iBoy 又不动了。卡了，肯定卡了，刚才 FV 你妈走着走着不动了，咱要不行去网吧玩吧，亚雷虽然说实力有差距，不过 RA 还是玩得很难受啊，他们感觉网络还是不好，实力差距过大，其实网络好也打不过 RNG， 但是看着难受啊。